所以刚才呢，我们做了两个两个结果，合成一个定理，对不对啊？那由于这个定理呢，我已经知道是这些可积的那个性质，就是我们平常碰到的那些连续函数，随便在随便一个区间上面，因为它们的事实上都是在整个 R 上面呢，都是连续的。所以在随便一个区间上面呢，它们都是可积的。那这个函数是我们的高斯符号，哦，那这个函数我们的高斯符号当然就是一个 monotonic 的函数，啊，所以它也是可积的，啊，那虽然它不连续，但是它是递增的。那以至于我们的一个函数，比如说是零一，啊，它是啊，这个递增呢，啊，可以相等的哈，啊，这个递增是可以相等的。那比如说是这样子，哦，它零到二分一的时候是等于零，二分一到一的时候等于一，那这个当然也是可积的，哦，它是因为它是 monotonic， 哦。那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那所以事实上不连续的时候呢，如果你如果你是递增的，都是可积的。那如果它不是递增的，有没有可能也是可积呢？那下面我们这个定理呢，就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只要简单来说是说，只要你有有限个不连续点，所以你的函数呢，基本上是连续的，你是这种的函数，你可能是啊，换句话说，你是个分段连续的函数。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啊，就是你再加上你是 bounded， 哦，那也是可积的，哦，那这个是重要啊，因为我们事实上有时候会碰到这种的函数，当然呢，这个积分的效果是怎么样子呢？就是你的积分呢，事实上是等于各段的积分的总和，不是吗？哦，所以它是等于 a 到 z 零再加 f 再加 z 零到 z 一 f 再加 zn 到b 的 f 的这个积分，哦，我们做到是这个样子的，哦，那连续函数是可积的，如果你有几点不连续的话呢，你还是可积的。事实上，如果你有无穷点不可积，如果你是这个可积点是可数的，不可再来是你的不连续点是可数的，还是可积的。我们事实上是可以，还是可以证明的啊，哦。那这个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这个定理的证明呢，我想我要下星期一再跟大家说啊，哦。所以这个是这个定理呢 ，proof later 啊，哦，我下星期才给大家证明。我要接下去就是说下面那个课题，就是说好了，你判断了这几类的可积函数积分是什么？怎么求，哦，在那个微积分基本定理出现之前，我们怎么求这个积分，哦，那我们就有另外一个定理去讨论这个事情，哦，所以 question 就是说，如果 f 是 integrable 了，你判断了，可是它的积分是什么，哦，我们都懒惰的哈，就是一般呢，我们就写应该是写上是这个样子，但是写上这个样子已经是将所有重要的资讯都放出来了啊，哦，所以这个等于什么东西啊，哦？那好，哦，那我就有以下的一个定理。
那这个定理呢，教科书上是没有的啊、哦。这个部分呢，我们有点离开了那个教科书啊、哦，叫做 Archimedes Riemann Theorem 啊、哦，冠上两个，当然两个伟大的数学家的名字啊，他们呢，中间隔了一千年。不止啊，隔了一千八，可能是1500年起码吧，啊、哦，那怎么可以联手呢？啊，创造这个定理啊、哦，那我想都是一个荣誉架在他们的身上了啊、哦，这里呢又是给一个等价定义 ，f 是 integrable on ab。若且为若，我找到一个 sequence of partitions、哦、我不只有一个，我有一串 partition， 我叫做 p， 对，我还是叫做 pn、哦、这个是 sequence 来的、哦、使得呢我的 upper sum 减 lower sum 的那个量，这个量呢是一个实数来的，那这个实数是趋向零啊，所以这个是个数列，它是趋向零。那这个当然我们可以预期的，就是说你的 partition 越来越精细的时候，你这个 pn 当然是一个越来越精细的一个 partition。那它有极限的时候呢，就是可积的时候呢，它是越来越接近零哦，是这样子，还不只是这个样子，而且呢，就是 in that case， 当你的等价成了以后，我这个积分呢，就是。等于这个 upper sum 的积分，这个 upper sum 的 limit， 或者是这个 lower sum 的 limit。啊，我们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方法去找出这个积分的量，啊，这个所谓的曲线底下的面积。在我证明之前呢、啊。我先讲一讲这个定理是怎么用啊，它用处还我有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定理，尤其是就是说它可以帮忙我们找积分的，它一方面可以判断可积，另一方面呢可以帮忙我们找积分啊，这两个例子都蛮好的，就简化了我们的一些流程啊，简化了我们的一些流程，我们先做了例子来说，才来证这个定理啊。sorry， 所以是 example。哦，所以刚才在习题来说呢，也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你要判断它可积呢，大概就是因为它是 monotonic， 所以它是可积的。可是积分是什么？啊、哦，就要靠这个定理、哦、所以我要先告诉大家这个定理是怎么用、哦、那你就可以比较方便写这个习题、哦、第一个例子呢是简单的，实际上我们大概都碰过了。在做这个例子之前呢，我要先就是现在是开始，就是有一个定义啊，现在就是越来越多时候会用到这个所谓的 regular partition 啊，我这个是草写 pn 啊，草写 p 哦、啊，这个跟这个是一般来说是不一样的
啊、哦，这个是一个sequence of partition， 啊，就是这个 partition 可以是非常古怪的，啊、哦，不是平均的。我这个呢就是平均的，它是等于所有的x 零 x 一，它是刚好就是 n 呢、啊、对照于 n 点 n 加一点，切成 n 格，那每一格呢就是平均的，所以是哦，我将 b 减 a 切成 n 格取 i 格，哦，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它的 delta xi 当然就等于 b 减 a 除以 n， 啊、哦，都一样的 for all i。啊、哦，然后 x 零是等于 a，xn 是等于 b， 那这个叫做 regular partition。啊、哦，以后呢，我一写在 ab 上面有一个 regular partition pn， 那就是这种了。啊、哦、啊、哦，应该是很清楚吧？哈、哦，就是平均分。啊、哦，比如说这里是这个就是四格，所以这个是 p 四。啊、哦。是这样子，那当然它是一个最自然的一类的 partition 啊，那是我们要说 f 是 integrable， 要找一串的 partition， 事实上这种 regular partition 就是最自然的选择嘛，啊，那你就如果我能够利用这个 regular partition 能够说明，就是说 upper sum 减 lower sum 是 limit 是趋向零，那就是可积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第一个例子，就是 fx 等于 x 平方。啊，我就考量这个 regular partition。我不写那么多了。我的所以是 omega fpn。啊、哦，这样子写就是 regular partition， 对不对？啊、哦，所以是等于什么呢？是等于 summation 的所谓的 omega i delta xi。那你的 omega i 是什么呢 ？omega i 相当于就是说是我的右端点 xi 平方减掉左端点 xi 减一平方，这个就是啊、哦，因为它是递增的，啊、哦，它是递增的，然后。我的我要在哪里？简单零一，哦，所以你的那个每一个，你的总长度是等于一，所以呢，每一格那个长度呢就是 n 分之一，是这样子，哦。当然这里再写出来再写清楚一点呢，那个xi 跟 xi 减一事实上是也是清楚的，它就是等于 n 的平方分之 i， 然后 n 平方分之 i 减一平方，哦，分之 i 平方，然后呢是 i 减一平方，因为我的 xi 呢事实上是等于 n 分之 i，啊、哦，按照我这边的那个运算呢 ，xi 就是等于这个东西，所以是总共呢，我有一个 n 四方、n 三方，啊、哦，有一个 n 平方从这两个项走出来，然后再加上这个 n， 然后 i 是从一到 n， 那这个差异就是。也不难看得见，就是等于两个 i 嘛，哦，就是两个 i 的总和就是 n 加一除以二，是不是？那所以这个当 n 大的时候啊，当 n 大的时候就趋向零。S n 趋向无穷，
这个是很清楚的。啊，那所以我们这个 regular partition 呢，这个 PN 呢，就满足这个条件。啊，那事实上当然呢，我们前面已经说了，这个是连续，而且这个是 monotonic，f 是 integrable 是没有问题。那我做这一串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PN 就是合法的这些 PN， 然后它的积分呢、啊、就是等于 upper sum 的 limit。 我事实上是目的是要做这个啊，是这样子。那所以我的积分 ABF 呢就会是等于我的 limit of 这个upper sum， 是这样。那这个 upper sum 的 limit 呢是等于 summation 的事实上是 n 分之一哦，它的大 mi 事实上就是右端点乘以这个 delta xi， 是不是啊？就是大 mi delta xi 的 limit 从1到 n，然后 n 趋向无穷，所以是等于 limit， 那个是这个是 n 分之一，这个是 n 平方，所以总共 n 三方 summation 的 i 平方 n 趋向无穷，是这样。那 i 平方的总和呢是知道的，是等于啊，就是 n 三方分之一，然后就是六分之 n 加一，二 n 加一，是这样。好，那 n 趋向无穷，所以分子有三个 n， 分母也有三个 n 乘在一起。哦，所以你每一个都除 n 立方的话呢，分子就是这个 n 立方的系数就是二。跟分母约掉等于三分之一，哦，这个就是它的面积 x 平方，哦，那这个计算就简单不少了啊，就是我们可以真的是找到这个面积啊，就利用这个所谓的阿基米德黎曼定理。所以前面的那一段呢，事实上是好像是有点多余，但是是要验证，就是我这个 PN 就是所谓的合法的这个 PN， 后面的才会 follow 啊，你不是随便一个 PN 就可以，它的 limit 呢就是我们的那个积分的啊，曲线底下的面积的啊，是这样子。OK， 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这个是更有趣了，而且这个例子也是非常经典的啊，好，哪位同学可以告诉我什么叫 Tommy 函数 Tommy function， 或者是叫 Riemann function？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的，讲连续函数的时候有讲过的，它是一个函数，无理数的时候是连续，有理数的时候不连续，哦哦，所以它不连续点是无穷点呢，哦，无穷多点是不连续，但是也有无穷点是连续，哦，所以这个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我已经讲了，哦，所以这个是叫 Tommy 函数，也有人叫它的 Riemann 函数，它是有理数的时候，它写成 Q 分之 P， 那个是 in simplest form， 意思就是说它们是互质的，啊 ，PQ 是互质，它们是整数，那它是等于 Q 分之一，然后无理数的时候是等于零，所以这个函数呢，它有无穷个不连续点，因为它有理数的时候呢都是不连续的，
可是呢，我现在要说，它是可积的，啊、哦，所以这个 4.6 所说的有限个，这个不是极致，啊，有限个不连续点，这个是我们常见的这个状况，但是它不是最极致啊，最极致的有可数点不连续的都可以保证，都可以保证它是可积的，啊、哦，那这个是一个例子，啊、哦。这是一个例子，然后利用这个 4.6 呢，这个例子是蛮简单的，去可以去说明它是可积的，哦，那这个就当然是一个，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哦，是这样子，还记得这个函数是怎么样子？哦，这个函数是，它是01，然后呢，它是取分母，然后二分一的时候呢，二分一，三分一的时候呢，是这个，那四分一的四分三的时候呢，是这个，那五分一的时候。啊，一直，当你的分母越大的时候，函数值是越小，在底层呢就是密密麻麻的。啊，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能说明了它是，这些无理数呢一个个都吊在上面，啊，所以呢，它附近有很多有理数，所以不连续。所以像你用 sequence 的看法就很容易就看得出来了。啊，不可能连续。可是有理数是连续呢，就比较复杂了。你有 epsilon delta， 要小心看它，才可以看得清楚。哦，主要是说你有理数的时候呢，跟它距离远的地点呢，事实上都是有限个。那所以我只是要将那个 delta 弄小一点。啊，我就将这些有限个距离远的点呢，给它丢掉，啊，给它隔离。那剩下来的都是距离很近的，所以连续啊，是这个意思。好，讲可积呢，实际上是也有两个方法，一个简单的方法，一个比较直观的方法是这个样子，一样的，调的高的点呢，它的积分是什么？我告诉大家，这个函数的积分是等于零，啊，这个等一下我们要证明的，哦。实际上就是这里出来的，哦，那积分等于零，你是掉，就是说那些有理数不是掉在上面吗？你的 mi， 你那个所谓的大 mi delta xi 是怎么样子？那一样的说法就是我事实上呢，这个 upper sum 呢，当你的点越来越密的时候是越来越小，那。麻烦的地方就是这些掉的高的点，可是呢，掉的高的点就跟之前的说法一样，基本上都是有限点。如果有限的话呢，我就是可以用一些很小很小的宽度的区间，使得它的和呢不大，哦，它的和可以控制的蛮小的啊。给定了，比如说 epsilon 给我就用一半的 epsilon 平均分散这些大的点，那其他点呢都要小于二分之 epsilon 啊，那超过二分之 epsilon 的点呢，我就是用这个宽度，用这个 partition 的这个宽度呢去控制它，使得它的面积呢不会太多啊，是这个样子。那这里要叙述的话呢，就也蛮麻烦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利用这个 Archimedes Riemann theorem 呢，有一个。也可以说是蛮玄，但是很简单的一个论据，利用这个 4.6 这个定理呢，就可以说明它是可积，而且积分是等于零，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说法是怎么样子。那留意哦，你这个。
你用微积分定理、基本定理做不过去的哦。啊，这个函数是什么函数的微分啊？啊，你要看它的原函数是什么东西啊？什么鬼东西啊？没办法的哦。哦，微积分定理帮不上忙的哦，所以就是这个办法的，差不多就是这个办法的哦，没有更好的哦。所以那些比较好的函数，而那个类别当然也很多，微积分基本定理才可以帮得上忙哦，是这样。那我就考虑一个 partition， 也是一个 regular partition， 但是不是任意的 n， 我是要选取我叫 sn 吧，这个当然就是从一加好吧，我不叫 sn， 我叫 kn 好不好，从一当然是等于一加二加三加到 n 嘛，哦，这个总和就是这个，哦，那我考量的就是，consider 这样子的一个 sequence， 啊，我不是所有的 regular partition 啊，但是是一个 regular partition 的一个 subsequence 是这样子啊，这个啊，我考虑这一串的 regular partition 啊，那好啊，那就第一个当然就是要说明他们就是满足我们这个 Archimedes Riemann theorem 的这一串的 sequence 啊，那其中呢，你当然知道，就是说这个 xi 就会是等于，在这个 PKN 来说呢， xi 呢就会是等于n 加一除以二第 i 个，对不对？好，那然后 delta xi 呢是固定的，是等于这个。那我的我很明显就是说 obviously。就是这个 lower sum 嘛，对于这一串的 regular partition， 它 lower sum 是什么？啊，它的 lower sum 是 summation 的小 mi delta xi， 啊，那它无理数是等于零啊，而且无理数是 dense， 所以事实上你任何的小区间都有一个无理数，所以你的小 mi 什么一定是零嘛。这个是一定是可以的啊，因为无理数是 dense 啊，那所以我只需要说明这个 upper sum 呢是趋向零，我就做完了啊。我这个 claim 是什么，就是这个 upper sum 是趋向零啊，如果我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那这个 upper sum 减 lower sum 当然也是 limit 是趋向零，那然后你的积分就是零嘛，啊，就是 lower sum 的 limit 也是 upper sum 的 limit 就是零，那就是这个命题就 OK 了，它就是 integrable， 积分等于零，所以我事实上就是只需要做这个，那这个 upper sum 呢？就小于等于事实上就是等于我的大 MI 所谓 delta XI， delta XI 是很清楚，就是等于 n 加一分之二，而只是我这个大 MI
是怎么样子，也没关系啊，大 MI 我就找出我最大的那些数嘛，哦，这个大 MI 最坏的状况是怎么样子，最坏的状况就是这里占一格，每一个这些高高掉在上面的那些每一个都占一格，就这样子嘛，哦，那所以甚至我可以这样子的，每一个都占两格，比如说刚好你的一是一，当然是占一格，可是二分之一可能是在两格的中间那个点，所以呢它既是左方的 maximum 也是右方的 maximum 啊，是这样子，所以我可以大方一点让它占两格，所以是二乘以一，我这个二呢我干脆就写在外面啊，然后是一再加一，就是最高的这个点，二分之一是次高的点，三分之一有几个点，有两个点啊，一个是三分一，一个是三分二，它的函数值都是三分之一啊，然后四分之一顶多三个点啊，你事实上它只有两个点啊，在我们的特例来说，但是我就给它弄啊，最后呢 n 分之一就是 n 减一个点，我这里数下来总共有多少点啊，大家可以我看哈，事实上就已经一定是够的了，为什么，因为我是不可能超过这么多的，我事实上一只有一格，只有一格，然后这里是代表一格两格，一加二加三一直加到 n 减一啊，然后我每一个都算两次啊，那这个这个合起来，当然我知道这个数是多少，这个是 n 乘以 n 减一，对不对？哦，我说这个是当然是比这个 n 加一除以二要来的大，是不是？哦，因为我算了两倍进来了，这两个相减，当然是比较大，对不对？哦，你这个左边扣掉右边啊，哦，我想不用多说了，这个是一定对的啊，哦。那所以你总共有多少格？你这里总共就是这么多格嘛，啊，哦，这个 partition 就是有这么多格。那现在你将所有最高的那些点呢，啊，都选出来，所以你的 upper sum 不会超过这个数，哦，好。那这个数呢你再算清楚一点呢，是多少，事实上每一个都不超过一啊，总共有多少个，总共从这个一做分母，二做分母，三做分母，四做分母，一直到 n 做分母，所以总共是不超过 n 个一加在一起，就是这个数，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成了，对不对？我们的结论就成了。那所以我的 f 呢，把这个 4.6 呢 ，f 是 integrable， 而且呢 ，and 这个积分呢，一定是等于零，啊，那就写完我这个命题了，这是4.7啊，哦，所以这个
well， 事实上时间也差不多了。当然在这里的应用是重要的哦，哎，所以这种的 sequence 呢，事实上我们也有一个名称的哦，我们叫这些 PN 呢，就是我们叫，你可以看成是这个定理的一个 remark。我们这个 PN 呢，叫做所谓的 Archimedean sequence， Archimedean sequence of partitions。好，那而最重要的这个 Archimedean sequence of partition 呢，就是我们的 regular partition， 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要验证的啊，它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好的性质。譬如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和这个 upper sum 的这个帮呢，事实上是不简单的啊，要小心的做估计的。那所以我们要选取的不是所有的 regular partition， 而是它的一个 subsequence。哦，才会 work， 哦，那这个例子是很特殊的，哦，现在这样子写已经是非常简单的了。如果按照我刚才第一个想法去做的话呢，我猜是要一个黑板的，哦，一个黑板才给它写得清楚，哦，那个不是那么那个论据是要很小心，哦，要算得非常清楚。那现在呢是比较简单哦。那我想我今天呢就来到这里。那我今天我们的定理 4.6 跟 4.7 都还没证啊，哦。那但是他们有他们的意义，而且这个 4.7 是一个蛮好用的那个定理。那我预期下星期我们就可以讨论微积分基本定理了，下星期三我们就可以讨论微积分基本定理了，哦，我们的，哦，这个微积分最重要的定理呢就会出现，哦，就现在的工具呢就够用，哦，好，我今天来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